点那些男友力十足的男朋友。快快快点，我那个眼睛进沙子了，快点来帮我吹一下，快！我给你买了个声控夜灯，这样你起夜就不用害怕了。给我吃一口呗。这。你在哪呢？你有病吧？啊？吃什么吃呀、啊？吃。丢了。这都生一天气了，也没啥意思，咱下楼吃口饭去吧。钱和钥匙都不用拿，咱一会儿就上来。哎，你说生什么气啊？吃什么去啊？吃屎去吧你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现在离婚吗？离婚之后你能找到更好的？我连你这样的货色都留不住，我上哪找更好的？I'm sorry, I'm sorry.他们整天不务正业的，哪有一个好人啊？嗯，是。你知道谁最爱你吗？知道。谁最关心你、啊？你。我是谁啊？我老婆。那你不对我好点儿吗？楼下续八折，干好的。那个陪我前妻吃口饭。一会儿进屋啊，到我二姑家，你有点人形，听着没？卡呼呼的一天。晚上，这我二姑。老 baby。你今天是赶集钓鱼，老子今晚上不得让你回来，是不是？哼！不想老子今晚上让你进那屋，老子跟他离心。宝贝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开着语音呗，这样我就会感觉你在我身边一样，好浪漫哦。喂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回答上了，我就做你女朋友。快问。59+1=多少啊？60啊。不对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59+1=多少？不是，59+1，它就是等于60啊！我这咋想，它也等于60啊！你有病吧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59+1=多少？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他59+1，他也等于60。不是你这数学咋学的？你啥也不是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辈子不找着对象，你废